哎，各位好玩，请就坐哈，咱今晚要上课啊哦。各位好，咱今麦要开始上课哈，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大家兄弟姊妹平安，辛苦大家哇，非常辛苦。多谢恁的参与。让我们有那么好的机会，重新来看咱台湾的局势，咱台湾将来阿要安怎行？我们在初级班，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有这个概念：什么是台湾民政府？什么是中华民国？那为什么会在爱增加迄个流氓中华民国？然后对长庚今仔日应该至少有迄个观念，但是爱做迄个观念，要把这个观念能够改变为你自己喜欢的，或是别人喜欢的观念，或是环境需要你的观念。或者是因为你的背景的观念，或者是你需要学习的观念，这些观念实际上真困难改，是不是？是。行不行？是。哇，大家有这样的精神哈。那我们重新看看，在台湾治理当局。这个名称我们在初级班也听过了，那可能有的没有上过初级班，直接到高级班，你也暂时的忍耐听一下。一个观念要改，有的比较容易改，那有的是那种的观念是一生下来怎么改也改不了，那这有时候。在学术上里面都会称为意识形态。我做牧师，在我们神学院学习然后讨论这个意识形态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难改。基督教、佛教、回教、天主教，整个的教义上要重新改，实际上真难改，因为你把这个最基本的信仰跟教义都已经放在自己的内心里面，所以要让人马上改到你的宗教，或是别的宗教改到其他的宗教，很不容易改，除非你自己亲眼体验到我不得不改，我会当改。就像有几个牧师的孩子后拜说，有人说你是牧师的子，应该常常做礼拜，礼拜日的是要参加礼拜，但是 有的牧师的子，我不爱，那个是牧师，我爸爸牧师的代志，甲阮无啥关系，所以有时候做牧师的会有一些的难为，但是因为
有时候牧师的孩子常常被教会的弟兄姐妹，指指点点说，你是牧师的孩子，应该有典范，也应该要榜样，应该有迄个模样，爱做别人的模范，所以那个压力吼，愈来愈大，唔是干那牧师呢，那是你是代表，还是管理员，还是传定，哦，你做部落的村长，应该要做更好的典范，是安那打纲领袖，十几个十几个，哇，好你刚才哇，哦，都这样的，所以一下子迄个观念要改，真困难，嘛是同款。中华民国68年的观念，点在咱台湾的心中。在这个68年，要把中华民国过去教导你的、帮助你的、辅导你的，有的人说，就是因为我有这个政府，有这个中华民国，我会当到大学读册，我去迄个纽西兰，看迄个毛利族，还是去英国读册，就是因为中华民国的稳定，啊，这个都是把全部都放在说，因为有这个政府，我才有这样的机会，所以爱改变这个观念，容易不容易？容易，容易啊，我。有的容易，那秘书长说，那没有回答，阿伯呢？好，我们重新看看，在台湾治理当局里面，这个名称也不是很陌生。无论是从法，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法理观论述，那在这个68年的观念呢，要重新看见中华民国的一些的事实，这个观念才可以真正的改变。加在让大家参与台湾民政府，加在有这么好的机会，加在有这么好的环境，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才有看见中华民国的事实，搁让台湾民政府的属性。所以也是同样，从初级班到现在的高级班，那我们看看我们有一些什么观念有改无，问这个问题，那是有你的朋友跟你问，安尼有法度无？中华民国爱改，要给他变倒，安尼这样容易吗？你要安怎回答？有的说，好啊。就像我们的老前辈说，保持距离啊。那有的是说，假若你重视你们之间的朋友，你会好好的去解释说明。但是他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实际上秘书长说，唔变啦，迄个另个阿伯昂娘那点啦。但是我们回到今天来看看。有这样的质疑是必然的，无论是说有一个高沙族说，嘿，那个高沙族的少年人要改咱的政府，那我哈都，我们的政府等于是我的妈妈呢，哦，你看我妈妈整个都土地，那么好的土地也放在我们部落里面哦，然后讲的整个的土地好像是属于他的，然后
我们就问说，是安怎高山族有迄个保留的？为什么有啊？保留记，罗斯特保留记阿鲁的斯卡。为什么这个保留地在我们高沙族还是存在？迄个保留地的意思，不是恁家己的啦，不是你自己的财产，也不是你自己的所有权，是给你一个保留。保留另外意思就是暂时啦，是不是？给你暂时保留一下，嘿嘿，中华民国要来的要拿取的话，你立不法都莫攀发就莫攀发，黑莫黑吧，清电脑呢。那这样的话，我们看看。同样的，在山上，我们无论是在台湾历史里面，或者是有的人说为什么会一定要靠美国，一定要靠日本，为什么要日苏美战？所有权状在天皇，这个天皇日本天皇那是几百年前的事情。几百年前的代志，甲我无虾米关系。迄个是因岛的代志，其次个抒情啊，其次个诗啊，这样。哦啊，不奈的是呢。所以我们看看这样的观念重新再建构。所以今天我们参加高级班，更大的责任，把这一些的受到质疑的。你一定要个人自己去处理，个人爱改观，阿爸呢改观，这个质疑呢，这个疑蒙，这个就是我们要下的功夫，不然的话，我们上课抹拆纲。那今天我们试试看，虽然不容易改变。特别是在环境、生活、教育结构的体制，更不容易。所以必须定是不是常常讲，在中华民国体制下，在那边绕来绕去，请求那个苍蝇啊，哦，也听过嘛哈，苍蝇，以为是外面都好漂亮哦，哇，嘣，又碰到玻璃，又退回来。以为说，那边好，碰到玻璃，嘣，以为是什么都看得清楚，原来玻璃挡住，都是在空间这边飞来飞去，每当比飞到外面，今仔日中华民国就是安尼，啊，今仔日在体制下那么大的体制下里面，怎么去思考？因为中华民国给我们的教育是几乎都是填鸭式，独立性不够强。还记得我伫细汉的时，那因为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我还穿四角裤，从部落行到国小，得要一点钟的行路。然后又打赤脚，打赤脚还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好像在玩，要去学校是还好像去玩，但是嘛未晓读册，因为迄个册唔是阮的啦，迄个册是中华民国的册啦，唔是阮台儿族的，不是我们台儿族的书。这个有一次啊，我们这个同学很顽皮。结果有一个所谓的外省人的老师，我干什么？你们小孩看不干什么？你们吵几句算是吧？结果我们几个小朋友，国小五六年级，那努念的是感恩，一米八一蒙古盖那九国喊你嘛？结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话说，根本听不懂我们怎么读书啊？结果不但听不懂，还要受他的鞭打，全部我们都
六个男生都是穿四角裤，又那么冷，又被打屁股，哇！有一个最顽皮的，好，你打我们，明天早上去看卖。明仔载丢我了，今仔日丢你，明仔载丢我。就第二天早上，他原来把那个蜥蜴哦，小蛇，坑在老师的桌子里面。好啊，对吧？就他一直在笑，说隔壁说，卖球了。你笑的话，老师一定会有什么把戏给他看到了，就我们就安静。就我们那个所谓的外省人的老师一打开，那个蜥蜴就跳出来，哇，干什么干什么？哇哇，更气，又被罚站。哇多，这个体制下就是安尼啊，虽然丢万。熊熊丢一，都是他，我们还是搞不过老师啊。所以从现在，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我到什么时候中文还有一些标准呢？我到基督教的神学院，在那边慢慢读中文，才慢慢的学习呢。没晓读册就没晓读册啊，但是要爬山。抓飞鼠，哇，那他们一定会输了。我们这边的高沙族厉害不厉害？高沙族年轻人厉害，厉害，什么厉害？哎，好，我们看看，关键性都是在我们这个体制下里面的中华民国跟我们本土的台湾人。那另外一个是。有一些是不容易，那现在会给我们搞混的是台湾政府，我想可能也有听过，11月10号的时间在他们在台中开大会，那一个叫做，其实这个赖山基以前也是在我们这边，后来就叛徒了，他就开这部车。所以那些反对我们的，而且不相信咱台湾民政府的人，阿伯那应答说：“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台湾民政府被抓了，你们的那个车子被调去了。”啊，我吓一跳，够蒙清楚，再问清楚到底是什么，是在什么地方？后来看说。不是烂的啦，是阴的啦，是叛徒。台湾政府跟我们台湾民政府完全无共。4月25，阮17日收到中央秘书长派到美国开会，本来那时候是国际纪念做一个记者会。因为有了叛徒，所以我们四个人，包括秘书长夫人，我们就先回来。结果我到台湾的时候，啊，牧师啊，你是中国间谍呢？啊，我被称为中国间谍，那么厉害啊！啊，间谍也是那么容易啊。后来我就看那个他们放的网路说。高沙族主席亚福夏德是中国间谍的。后来我们9月再去的时候，再去美国，邓来，叛徒的人有一个高沙族说：“不安怎啊？那是咱迄个高沙做个主席呢？假如说中国间谍的话，早就被抓了。”根本一样啊，走来走去，到今仔日，所以今仔日是因为咱台湾民政府后盾是咱美国甲日本，在美国要准备独立建国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自己站立起来，
透过外交，美国的外交跟法国做一些协谈讨论，所以最后法国帮助美国成为独立美国的这个机会。所以昨天毕淑定也是有讲啊，咱有日本、美国做后盾、做后盾，那不是更强吗？那有的人说，哎，齐安娜为什么一定要靠美国？这个就是因为因唔知美国按照他自己的他自己所认知的、所承认的万国公法、战争法、国际法，这一些的法源都慢慢的已经进入到帮助我们台湾民政府走出更正常的国际化正常路线。所以一个人要独立或者一个国家建立更好，由别的国家来支撑、来支援、来帮助，是巨大的福气。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机会，也是我们看看有那么好的机会。我们看看这个最近的官说文化啊，我想这些都是老问题，不必在这边。但是我要提的是，我们达彦的我家乡的隔壁一个部落，苗栗县泰安乡的天狗部落呢，有一次因为中华民国的土耕法要准备成为变更，那个部落说将来这个部落会有更多的观光客，会有更多的游客来到你们的部落，然后你们就可以赚大钱，然后部落有声有色，然后把它盖好，重新建构，把那些土木的以前老家，我们高沙族的老家都改掉，全部做得更好。听起来哦，哇，一个哇，你妈委外啊，代表了头目了，都一直签署。结果中华民国很厉害哦，他先看你是几甲地，或是你几分地、几坪，有几坪，就给你补贴多少。有一个补贴了60万，哇，还一个，哦，60万，哎，高山族要看到60万是不容易耶，而且要看现钞更不容易耶，因为高山族的生活在山顶都是靠天吃饭的，无固定的收入呢，没有固定的收入呢。那你靠力量，你靠到别的部落去赚才有钱，那无嘛是无。所以一看到哦，10万、20万、50万、60万，哇，迄、那个部落哇，迄、那个，所以他也指点我们对面，我们住在对面的部落，哇，你们这个傻瓜，你看你们真有钱。结果没有多久，然后公文。刘正宏的苗栗县县长公文就下来了。好，你这个是差不多快一甲的，因为土耕法，而且这个地址呢，然后地价五井嘎哦，有增加了，所以从5年前开始算，一直升，算到现在。所以你应该要负责那个增值税啊，你要负责。你在增值税偌济，你知道吗？本来是60万得掉啊，后来要爱纳管建户偌济，130万。哎呀，奇怪，怎么这个有一个头目说，哎，被骗了呢？被骗了呢。所以那时候因为他们也要到立法院去抗议，然后他们透过我们的一个同心说，最好的方法参加我们的台湾民政府，
不爱辣，看看你敢不敢，咦，这个一定要付。结果到最后很多人没有付，本来已经收的十万他一定要付四十万，等于倒过来倒贴啊。哦，有这样的中华民国，这个还不打紧哦，那个不要紧哦。他在三更半夜两点的时候，警察超到二十几个，我的印象是二十二还是二十三个，三个半夜的呀，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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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哇！以为是什么大地震啊，大堆东西，过来呀，就你一。没来了，那个是我们九二一是最尾巴的地方啊，我们那个地方也是受损了。1999年的九月二十一，九二一大地震，所以他们一听说啊，惊啊，一看一起来啊，什么怪兽啊？哦，就在那边哇哇，那你没有办法，所以到立法院抗议。所以有一个大头目说，真的像土匪。结果我们有一个同心说，比土匪还要更土匪。所以现在碰到这个是苗栗大埔事件，大家都知道了。我只是谈我们达彦的那个地方。然后现在的免脂油啊，不管这些问题，其实关键上都是 GMP 认证的问题。把关的问题，那本来就是没有办法把关啊，因为中华民国的体制就是，反正有人说金鱼会转弯啊，所以中华民国的法律也会转弯啊，跨掉人还是跨掉鬼，底下转弯呢、啊，所以这样的状况，很多的问题，好像说哦，迄个问题无问题。无了，这个姓马的吼，他很喜欢撇清的。好、哦，大家都知道最近的状况。那今天我们看看活在中华民国台湾治理当局的写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状况。然后在无论在体制内，民意代表，我们原来不知道民意代表是。各党派这边拉扯哈，我们好像说一井架底下争论了，结果我们去看，有时候就跟他们几个立法委员，哎，奇怪，那是刚刚不是在上面打来打去，怎么在餐厅一起吃了？啊，有安尼啊，井架表演呢？那个搞嘛，底下表演呢，所以这些都是一直活在到现在。然后我们看看，有一句话说，在中华民国体制的框框里面打转了68年的时间，仍然在抗议与彼此你争我斗。花掉了多少台湾人的血汗钱？这一次，就是今年中央政府，他们的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是1兆7000多亿，然后税出是1兆9000多亿，这样算起来。68年乘以1.9兆来算的话，68年哦，129兆，当然也是花在我们人民钱了，但是我嘛听人讲的，唔知是唔是啊？我做一个，请问大家吼。明的有这样的预算，嘛是有暗的，有吗？有。你哪知道？
因为你活在中华民国体制里面呢，不哈多就是不哈多啊。所以有很多到山上的哈，他们改建工程哦，哇，都高兴啊。然后那个高沙族的民意代表、县员都哇高兴的，然后晚上、下午又去那边吸几粒、吸几粒，哇，狐狸刚在哇，实在是这样继续下去，怎么不会啊？我不要跟阿伯那形容。好，这些下去，所以流亡中华民国的执政，他说。在台湾是一个巨大的大手笔，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大财产和领土权都在台湾，所以他们非常高兴。不晓得有没有人统计哈，他们这些整个捞去的钱，不晓得几兆了。好，那现在一个问题说，这样的生活下去，让台湾人嘛是爱继续吗？是不是爱继续？没用了、啊、假如没有继续，你们我们没有参与高级班呢、啊，我们的祖先会流目屎呢。所以我们今天参加高级班，就是真的是重新看见我们台湾历史，一定要改变，真正进入到国际正常化。所以秘书长说，我们都是革命先行者，没办法，可以考一分，有给你们一分了，考试的话。好，那现在无论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现在的台湾治理当局，实际上这个写错了，因为是从别人抄，我这个没有注意到，是管理，实际上管理中华民国的政府，台湾哪有政府啦？对，台湾哪里有政府？现在是中华民国政府，对，就是台湾民政府要改变，嘿嘿，就是台湾民政府要重新建构嘛，哦。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所以我很高兴，咱不是孤单的人，对不对？是不是？咱不是孤单的人，我们不是孤单的人，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样的工作，更大的使命，改变这样的体制，终止这样的体制，这是一个全世界最新发现的一个最大的使命。今天美国为什么把这个中华民国当作台湾治理当局？那中国流亡政权这边说 Chinese Taipei， 哦，秘书长讲的很多次了，我想很多讲师也讲了很多次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这个叫做简称为 Chinese Taipei。 好，连那个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我们在四月的时候，我们也去看这个台湾人民学会在 AIT 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去看，嘛是无人啊，什么什么姓金的在那边，我不晓得什么冲啊，好，一看都是一样，都在那边花掉人民的血汗钱。那今天虽然本土台湾要付很大的代价，但是台湾日本战败后就被大日本帝国天皇弃之不顾，又要占领美国，以模糊政策来造成68年来台湾人都生活在政治炼狱中。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的秘书长真的有这样的远见，真的有这样的智慧。因为要看见，其实昨天跟秘书长我们几个同心在那边聊，
秘书长很谦卑。实际上，台湾的国际法理论述和他现在教我们的整个的法理论述，实际上已经在那边很多年了，只是我只是去翻一翻来看一看。就有一个州长说：“秘书长，我现开嘛是看无嘞，我会当开啊，但是嘛是未当最说明，未晓看，都不会看。”那秘书长说：“哎，只是已经在那边编编了。这个法理论述，他说秘书长很谦卑，不是我发明的，实际上是他找出来。”最先找出，而且他增加他用他自己的智慧来做论述，然后就才让台湾人。所以我们看看台语秘书长，我常常会谈论秘书长本身自己，他对台湾的贡献，他对我们台湾民政府整个法理论述的贡献。有时候跟他一起在通铺的时候，我们两年前在五楼三楼的时候跟秘书长在通铺一起睡然后就跟他聊秘书长，你很像是背台湾的十字架呢，你底下真正是背台湾的十字架，因为台湾十字架是特别迷路啦，对不对？走不到房间了，走不到山路了，甚至已经要准备悬崖下去了，但是你在背这个十字架。秘书长他告诉我说：“亚父，不是，只有耶稣才会背十字架。”我蛮谦卑的哈。那我只不过是带动大家，好，这也是他谦卑的地方。那我们看看。有这样控告，然后我们一直继续生活在政治炼狱中。那今天有人说是不要紧，这是台湾的运命命运啊。但是我做牧师的立场，我们喜欢常常跟这个命运做一个突破，然后不会低头命运的。在路加福音，这个家写错了哈。传福音给贫穷人，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天国行在地上。这是我们牧师比较喜欢用的，因为为什么过去长老教会对台湾本土比较强化，但是有一件事情走错了一条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喜欢台湾独立，那他们用说只有台湾独立才是真正的，因为台湾就是我们台湾人的台湾。哎，一听到说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哎，好像没听过呢。好，长虹有听到不？还是初级班有听过？初级班有听过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好，我要再问一次，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对的，请举手。哦，还有三个呢，所以我就摸头了。好，今天同样的，因为这个地方，假若说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那高沙族更有 这种的地位，讲得更大声，说台湾是高沙族的台湾。结果我就跟几个高沙族同胞说：“好啊，你说台湾是高沙族的台湾，我看你们身份证，什么身份证有关系不？那个身份证有关系不？当然有啊。”那看看是不是真的台湾人？对啊，我们是台湾的啊！一看啊，中华民国国民，这不是台湾吗？这就是问题。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自以为的观念都带动给我们的意识形态在那边抓住，在那边把持，结果忽略了整个的法理论述。有的高沙族说：“哎，在家住十几年、二十年，那个土地是本来是别人的土地，因为别人没那个开垦了，没有去开垦了，所以这个土地说，哎，我已经占了十年、二十年了，没有人登记，当然是我的啊。哎，奇怪，我们再回想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也轮到中华民国体制里面的？有没有？有没有想到哪一句话？先要考试咯。流亡政府啊，不得就地合法。今天中华民国就是用这件事情让所有台湾人民普遍化，你只要住在这边十年二十年，没人登记就是你的。这就是中华民国的认为的就地合法啊，当然了，就登记了。哎，这不是后来他后代，这不是我祖先的土地吗？不惯呢，哪一个先登记优先？有没有先登记的优先？就好像法拍一样啊，那么好的地方，最后就本来是多少，一直叫来叫去，最后有优先的就登记了。我不晓得国际法有没有形容这个法拍，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在高沙族很多的土地就是这样争来争去，所以后代部落的人不和谐也是土地的问题，然后没有办法跟这个家族和这个家族没有和谐，也是因为在中华民国体制里面，就是因为为了生活砍伐木头，然后去抓灵芝，去到深山里面，哦，这一块地是我的哦，有一个人说，这一块我已经走了，这个是我灵芝的地方呢，你不能进来哦。开始晚归啊，所以为什么会晚归？就是活在这个体制里面，贪心的贪，破坏的破坏，所以这些都一直活在现在的体制里面。所以今天我以牧师的身份来做简单的解释，什么是贫穷人？就是贫穷人说真正喜爱好消息、喜爱接受的人，其实里面的原文是清心的人。清心的人的意思说心灵干净，而且愿意接受好消息的事情。然后被掳的得到释放，瞎眼得到看见，被捆绑的或者是受压制的得到自由。这个就是今天整个我们基督教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福音跟意思，也是要走耶稣基督的一条道路。那假设我们转换你自己的宗教也好，不论宗教任何的宗教也好，你把行公义好消息真正落实在我们台湾的本土里面，我相信同样的受压制的一定会受到压制的人得到自由，是不是我们的责任？是不是？是。所以这些我们可以重新看看。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华民国民进党还没有建立的时候，我们看看在1986年他们自认为说解严时期啊，在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体制内的反对党，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形容，我是扣出来。
你看看，在1986年5月9号，这个是1999年，这个是他们第二次的。我们看看这个圆山，这个是圆山饭店，行不行？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民进党还是中华，是不是反对国民党？是不是？那个燕山饭店，啥人诶？国民党诶，宋美龄，送他家的了。然后，这个圆山饭店。跟党外一起反，本来对抗的，咦，奇怪，先那侯英楚、侯一周，有没有思考？初级班在初级班的时候有没有想？没有，好，那现在想一下，一分钟。哦，有人讲是国民党设计。好，这一个够不？差不多。好，蒋经国的阴谋。中华民国体制内，这是民进党新潮流进击了。好，让大家听一听。这个就是我们，秘书长讲的，我好像不是在这里听，我在。在家里上网看的了，秘书长的演讲我看过很多，哦，他那个口才太好了，这个不用看讲稿就这样讲，他在那个成功大学讲的，哦，那个观众很多，在大礼堂，哦，然后掌声很大，他说那个民进党是那个美国压力哦，众议院通过要台湾成立反对党，然后。蒋经国就这个，这是阴谋嘛？他就是要这个民进党在中华民国体制内成立啊。那请就是跟国民党一样啊。然后他说你们要钱就给你钱，要然后他渗透国民党人渗透进去，就是新潮流嘛。就是蒋经国的阴谋。我们拍拍手。蒋经国。多谢多谢，我补充一件，其实除了两位前辈，还有刚刚讲的是国民党他们自己，还有美国的意思。其实另外一个关键性也是秘书长讲过了，你可以成立反对党。你可以成立任何你需要的都给你，但是唯一的不能更改。下面名，我巴豆，卡小心吗？跳个表。实际上，关键性的说，什么都可以，但是唯一的“中华民国”这个字不能改。哦，喊你好不？啊，了解了解不？所以，我们再回到，其实我底下还有一个陈水扁的小故事，你们也听过了。那既然有关系，我们就讲。另在，那个陈水扁总统第二任的时候当选了。那当选之前的时候，好，你们来。参加今仔日的选举，哦，那是我第二任连任的时，台湾爱执行自宪，中华民国爱改做台湾共和国，安尼好唔好？好啊！选举的时哦，今仔日当然唔好啊，即阵唔当然唔好啊，迄阵呢？那时候呢，我牧师嘛是有参加呢，
安尼好唔好？好啊！哇！啪啪啪啪啪！我欢喜个。结果第二任当选以后，结果他宣誓中华民国的所谓中华民国的总统就职的时候，我是中华民国第几任总统，这边就是以宣誓，我要效忠中华民国，效忠中华民国，有效忠台湾不？无。我要实现中华民国的宪法，是不是台湾的宪法？不是。诶，奇怪嘞。然后我要帮助这个中华民国，帮助中华民国的国民，不是台湾人民。难怪我们的秘书长跳，就是在跳在这个地方。中华民国内底无台湾这个字，中华民国宪法里面没有台湾这个字，因为中华民国1911年、1912年在中国成立的时候，宪法里面连蒙古、西藏都包括在里面，但是台湾有内底无？无，有内底无？无。所以，是这项在法理就没有关系，无关系。但是阿扁啊，最后他宣誓以后呢，就很多人在跟他调侃：“咦，阿扁总统啊，你不是爱改做台湾共和国？”我就讲了有一次，我袂当者就是袂当者，啊。我听到很多人都不知道呢，我那时候我也不清楚呢。我袂当者就是袂当者，袂当改就是袂当改，袂当改做共和国就是袂行的啦。哎，好像这一句话我的台语比较顺哈，其他不顺没关系，不能改就是不能改。原来有原因，我本来不知道。来家的时，来到台湾民政府的时，来到台湾民政府的时候，才听到我们的秘书长，他怎么解释？阿扁是怎么讲袂当者就是袂当者，就是因为104条在等他，104条来对是虾米？凡是违背你刚刚宣誓的这个誓约的一种，死路一条啦，死路一条啦，判死刑啊！啊，判死刑啊！我们袂当做，你会晓做不？你被判死刑是被判死刑，你要做吗？当然啦，袂当做就是袂当做嘛。所以才知道原因是什么呢？我来到台湾民政府才了解呢，才了解呢。所以台湾民政府是有宝贵不？台湾民政府有宝贵不？内底是虾米人？你我拢伫内底，安尼好不？哇，痛噶！好，虽然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没关系，在整个的民进党接棒里面，有没有看过这个？这个是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北威基，实际上是最像台湾的北威基。不过因为有7、8音，1、2、3、4、5、6、7、8，我没有那个网路的。做一些放一些8个音符在里面哈，是什么原因？总统就任的时，已经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104条白条条喽。哎、欸，
这个是我在神学院读的呢。我的卑微机嘛没坏呢。我虽然是高沙族、哦、我们在学习这个鳌拜嘛是爱学习，因为咱以后接近的是官方语言是什么？卑微机日语英文。我也告诉我们的高沙族说，除了这个三种，还有你那一个族群也是官方语言，那是到阿密斯的时候胖叉来哦，安安基索啊，整个就是用阿美族的语言也是当作官方语言。到百万的话就要在百万也要讲百万的话，所以咱也是互动啦，安尼好不好？好。我们高山中也是在那里学习，我为什么大部分都用中文？因为从过去到现在，还是有一些高山族对喉咙威、喉咙威未当完全的了解，所以也是原谅，也要大家一起的包容，所以我就大部分用中文，让他们也听到一些中文，因为隆重台语。我这边有一个侄儿侄女，他是在屯论听到台语呢。因为要听呢，他坐在后面呢，所以那是在阿美族、台湾族、泰尔族上班的人，假若是你是一半一半的，至少嘛是爱会晓讲迄个族的话，会当底下上班啦。安尼好不？安尼要求是不是很严？不会了哈，因为我们高沙族也是来学习嘛哈，亲像北罗的人啊，原住民青年到都市嘛是有北罗啊，北罗嘛是爱请恁呼吁大家嘛是帮衬因啊，对不对？万一我们原住民有时候迷路了，哎，这很像高沙族呢，哇，啊，请问去哪里？去到位？哦。就也帮助他，安尼好不？安尼就是台湾民政府啦，迷路啦，迷路的羊，然后嘛是同款的，为爬山的人啊，登山客的人啊，到山顶爬山。无到都市爬山了，有无？无啊，嘛是到山顶啊。结果有很多人有爬了无？有无？嘛是有啊。是谁帮助？谁人帮衬？高沙族。得对，这就是台湾民政府啦。安尼好无？互相帮衬，这个不简单，所以我看大家的可爱、哦、那种笑容，没办法，很高兴我们民政府快达到这个目标。好，虽然谈到这个，刚刚有一个我刚刚所讲的意识形态、哦、有一个基督教的神学家 Norman Harbour， 这个哈伯呢，他提出这个智慧君王权、神学信仰权、祖先拥有权、土地农民权的意识形态，那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君王权。今天中华民国意识形态，他自以为都是他的，都是谈到这个君王权。那君王权的意识形态就是说，这拢是我的，你们都没有资格谈论我，无资格，无资格。好，那到了碰到巨大问题，本身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会撇开这样的自己的问题。那这个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祟。那但是今天
这个君王的意识形态呢，你看有没有看到中正路啦、中山路啦、建国路啦、什么路啦，哎，沙丁嘛有路呢，你相信不？名字你们知道在哪里吗？不知道。不是啊，沙丁呢，山上呢，山上还有经过中山呢，山上的国家公园有岳飞了、五凤了、杨贵妃了、孔子、李白、武则天了，这些都是意识形态。还有秦始皇呢，你去看那个雪霸国家公园，还有几个国家公园，几乎名字都在那边。还好他们没有说中山路呢，不过这个都是因为中国以为他们自己的，所以中华民国实际上就是中国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需要美国来支援？为什么需要美国作为我们的后盾？实际上本来美国秘书长已经讲过了，美国在这个68年呢一直给我们模糊政策，习近平必须定供了，本来告100年，本来要到100年的时候才告诉我们真正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但是有家在有下人，下人让你必须定。在2006年10月24号的时候，以228这个名字，228个人来控告美国，转世界那一旦控告美国了，特别咱台湾人有一个人一旦控告美国嘛，有无？有。啥人？必须定，其他都没有。我们讨论了几个牧师在讨论说，哎，我们台湾也有200多位的法学专家、法学博士啊，怎么不会引你们的秘书长林志森博士呢？我就告诉他们说，这个200多位的法学博士，我们当然就不能人身攻击啊，但是他们是上下班制啊，上班制下班制啊，那有没有几个法学博士也是同样啊，暗时也是吸一个吸一个也是有啊，然后跑到中国那边大概也有几个报什么啊，您说了不是我说的也有啊。我们不要以为说牧师不知道，我们也会听啊。所以这些我说这几个法学博士真正像我们秘书长完全牺牲，完全看见台湾的需要，完全看见战争法、国际法的真的需要落实在台湾，这个才是最大的贡献。那这几个法学博士有了，他们也有一些这样的论述，但是他们敢吗？他们那个真正的他们的铁饭碗会敢吗？厚道吗？来啊，有厚道不？到底有几个人厚道？这些法学博士，我就跟他们说，你去思考一下。所以同样的，这几个就是因为在美国政府是以各种可行的方式在外国领土设置军事基地，美国除了盟邦领土设置军事基地外，在美军所曾经占领过的领土，包括古巴、德国、意大利、日本、朝鲜、阿富汗及伊拉克，都有设有军事基地，没有什么例外。那今天台湾马西赶快，因为我们台湾属于日本战败了，那美国征服这个日本台湾，当然
美国同样的嘛是赶快有设置迄个军事基地。有看到那个啊，对不起，我到的时候才有一个我们在内湖里面，美国在那边做了盖了多少啊？底下拍谁？内湖金湖路。造价2亿1600万美金，将近62亿的8800万台币，将近6.5公顷，快7公顷，约2万平方公尺。租内湖99年加99年，美国伫全世界有三个所在，有一个是什么所在？古巴，第二是胡天清是伫对，哦 ，Okinawa， 第三所在伫对，啊，咱台湾内湖这边，所以大概年底或是明年就会盖完。一旦盖完，其实里面我们同心也去过里面。盖得蛮大，这个就是空军，美国的最基本的军事基地，在我们五峰乡新竹五峰乡乐山基地那边有飞弹反飞弹雷达的基地，是东南亚最高而且最精准的，不只是对中国看得很清楚哦。周边的，甚至中华民国的飞机，任何的动静，都被他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今天，美国按着我们秘书长他们所控告的，有5条5项的判决，我们再重新重复一下。因为，假如我提出一些的问题。是不是我会考虑提这个问题？说不定哈，以后考试的话，那五个判决，第一个是什么？横涂台湾，台湾人没有国籍。第二，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哈。第三。本土台湾人民还是活在政治炼狱中。哎，政治炼狱是什么意思？政治炼狱？哦，都被他控制、掌控中。所以，无论在选举中，嘛是赶快，都被他们操控。啊，秘书长讲的说，我们都投票了。还要给30块，政党50块，所以有这样的美国说，奇怪，恁遐尼戆啊，台湾人啊，但是这个就是中华民国的体制嘛，啊，就捞就尽量捞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看看为什么会做好。整个的这样的工作，这就是第四个判决。美国仍然是我们台湾是美国的主要占领全国。第五是，他就告诉国务院美国的行政单位说，要帮助原告者的诉求内容，所以已经一步一步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台湾民政府所发行美国发行的台湾政府身份证。第二，我们有牌照号码。最大的动力就是我们要预备申请
履行政见。一旦履行政见，就是都是一清二楚，就是执政的时候了。这样好不好？所以我们就是要重新看到台湾真正进入到国际地位正常化。所以今天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不只是在初级班、高级班，将近六天的时间、五天的时间，那么老远的台湾的东西南北，甚至有的世界几个国家也参加来接受训练，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宝贵，唯一进入到国际地位正常化。什么是国际地位正常化？简单来说，简单来讲，咱的生活有快活，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才是非常的开朗，而且是完全的自由，把整个的受辖制的得到自由，被捆绑的得到释放。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参与台湾民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看了那么多的无论是法理论述也好，或是现在状况也好，那今天我们看看为什么美国说没有办法公投，那是因为中华民国难民也在这个地方，把整个台湾都混在一起，所以英文讲说 The people on Taiwan 跟那个 The people of Taiwan 不一样。 The people on Taiwan 就是说整体的台湾人，不管你是哪一个人住在台湾的，都是台湾人。有没有看到身份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各种的人都在里面，那有没有真正的和蔼，然后好好的帮助台湾人？只有天知道。所以唯一就是台湾民政府出现了，大家的出现了，大家的参与来改造，来改变这样的事实，我们才看见真正本土台湾人的生活，这是才是真正的一条路。在中华民国里面，我这边是我从维基密的百科全书，很多都是意识形态，因为他们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六，他们那些的人自己讨论，一直修改。那我最近也一直看了维基密百科全书，我这边有扣几个。这边虽然是适用在中华民国的控制下，这个整个台湾的全部领土呢，台澎金马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有有效掌控的区域，所以台湾被视为中华民国的领土。所以这个都是因为有意识形态的人在维基密百科全书这些著作的人。所以我刚刚所讲的意识形态，你写的看你这个人是哪一种的人，你是意识形态重的人，你的内容也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所以同样的任何的著作也是一样，你是针对哪一个人来看，或是针对谁的读者来看你这本书，那你也去顾虑，而且关键性在你这个作者的本身有没有意识形态。那今天同样的，我发现也有这样的几个问题。第二个，维基米他们也讲，就是说因为针对开罗宣言，他们以为是真的是成为中华民国的宝，所以实际上在占领了台湾，所以他们说国际法，你看他们这一句话就已经有毛病了。
国际法中的无主地最先占领原则，所以中华民国依照无主地最先占领的方式将台湾纳入领土范围。日本当时对这个没有任何的意见。什么是无主地？本来就是这个地方以前到现在没有人的地方叫做无主地。那以前在拿破仑时代1830年之前，你可以去争取，你征服就变成你的地。但是拿破仑时代1830年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订一个条例，订一个约束，你征服了你不能成为你的地，你征服了这一块土地或者是这个国家，你不能成为是你自己的地。那何况已经有人的台湾，因为为什么说无主地你知道吗？我研究出来一个原因了，有一个原因了。我们高沙族特别注意到啊，为什么说没有主人在里面？因为中国人没有把台湾的高沙族的人民当作人来看了，阿内哪丁了？因为我们台湾最少15000年前，高沙族早就已经在台湾了，所以本来就已经有啊。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高沙族的部落生活是部落形态，没有大家整合，要整合要打仗呢，要作战呢。我们也都是徒步的呢，游击队的呢。所以日本时代进入到台湾的时候，哇，这个达嘎沙国怎么那么厉害啊？难怪有达嘎高沙族义勇军的出现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没有把高沙族当作人看待，所以把它当作无主地了。你好笑不？不能不好笑呢，不好笑，因为他们没有把我们高沙族当作人。所以以为是无主地，所以把台湾成为他们的领土，是不是这样？现在要改，谁要改？咱的台湾民政府，这样好不好？剩下1分钟哈，我们那个高沙族的，因为我为什么多谈一些高沙族？因为有的人就会。你认识的高沙族朋友就比较好，你可能没有接触过就不知道了。那今天高沙族和我们所有台湾人，本土台湾人都是本土台湾人，所以我亲自跟高沙族同胞说，你只要没有换身份证，马上赶快把你当作中国人来看，哪怕你是已经住在这边几千年，那个是你的祖先啊，但是你的祖先不是中华民国的，是不是？对啊，我们的祖先哪里从中国过来的？无安尼的啦，有无？只有台湾民政府来盖，好不？多谢，今仔日的，予恁辛苦，多谢。各位好，安请起立。今日下课要睏10分钟。早上有登记要明天下课后要搭车的，麻烦到一楼办公室缴钱哈。早上有登记明天下课后要搭车的，到一楼缴钱。啊，因为这两天上课的人数比较多哈，所以大家在用水方面希望能够节省一点。因为这两天上课的人数比较多哈，大家在用水的方面哈，希望能够节省一点。好，谢谢。